好，让我们来看看25岁的年轻人来演一个2000多年前的舞台戏吧。这套戏法呢，将近2000年的历史。哦，哇！先给您交代一下什么东西。嗯。你看，小球，五个小豆。嗯。所以说这套节目呢，就有一个名字了，叫仙人摘豆。仙人摘豆，对。豆有了，咱们还需要用到碗。嗯嗯。来，碗您需要检查一下吗？来，我必须得看一看啊。戏法呀，跟魔术呀有一些区别啊。戏法用到的道具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没问题。这豆我能看看吗？来，我看看。还得想想啊，没问题，硬的啊。对。好，您仔细瞧。嗯。这两个红碗啊。嗯。咱们扣一个，亮一个。嗯。啊。咱拿起来第一个。嗯。说交到手里边去，托着碗底儿，看碗里儿。咱把这个豆呢扣在这儿，嗯，这是一个不动，咱把这盖上一个，嗯，那现在这是几个？一个呀。那这是几个？一个，一边一个。对对，咱们拿起来一个，嗯，把它呢放到手里面去，嗯，仔细看啊。好。嗯。哎，那这里边几个了？哎，两个。两个，咱把它轻轻扣好。嗯。再拿起来一个，嗯，这回您吹一下，好，仔细看，轻轻的扣到手里边去，嗯，哎，没进去，那再来，咱再来，这回您吹一下，我使点劲啊，对，使点劲，这个豆它具有魔力了，拿起来，交到手里面去，嗯，走，嗯，哎，哇，这就是三个了，嗯。一个不动，三个盖好，嗯，对，最后一个，嗯，拿起来，嗯，去哪儿了呢？没去别墅，还是这儿，还在这儿，四个了，哇，还真是啊，他一个一个过来，最后一个有点难了，嗯，最后一个有点难了，他始终在这个碗里，我没碰过，对，麻烦您伸出一只手指，嗯，压住它，好，好，仔细看，过来吧。这就过来了，在这个棒的指尖上，没看见啊？有慧根的人看得到啊，嗯，在吗？在那儿呢，就在那儿，嗯。你这是皇帝新装啊！你这个好，来，吹一口气，过去，就这么快，就您压住可别动啊！我没动呢。一二三四五，打开这边来看就没有了。哎，真的？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古老、最有代表性的五彩戏法啊，嗯。对。像不像卖碗的？对，你这怎么那么多碗？还真有点。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的碗，嗯，很多的碗呢就能装好很多的祝福送给大家。您瞧好，五个豆再放进去，嗯，空碗再把它盖上，嗯。这个呢是祝愿我们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在人生当中呢收获多多。哎。哇，你看这满满的一碗豆啊，也希望呢我们现场的美女们能够呢像这两朵花一样的，哎，非常的美丽，所以借着这碗豆和借着这两碗花呢，祝我们现场的朋友呢收获多多，花开富贵，富贵吉祥。好，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古彩戏法啊，这个老先生常说这个四面观桥八面观看啊，您这怎么看都看不漏啊，嗯，说真的 啊，你看杨洋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特别的帅，嗯，特别的酷，哎，对不对，嗯，然后这古彩戏法一变，你又会觉得哎还挺儒雅的，哎，没错，有没有特别像一个古彩戏法的老先生这样啊，稳稳当当信手拈来，没错，啊，那你现在就是演出的话家里人会看吗？七大姑八大姨都非常的支持我，哦，只要有演出都会去看，哦，对，今天这个亲人们来了吗？好像来了一位，来了一位。在哪里？在那边里边，哦，我的母亲，哦，欢迎阿姨，欢迎您，您好阿姨，您好，哎，您好，啊，今天啊看到杨洋啊这么出色的表现啊，您觉得当初您这个支持孩子练戏法练魔术是不是一个挺正确的一个决定？对，初期的时候呢我也抱着让他玩的心态去进入的这行，但是能够从玩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让我挺意外的，他学上魔术之后就自己特别的投入。哦，今天杨洋演的怎么样？您觉得挺好的，发挥的不错，哎，是吧？
吧。妈妈，谢谢谢谢阿姨，欢迎阿姨。是啊，我觉得阿姨一方面啊是杨洋的忠实观众啊，另一方面其实也真的是为我们的传统的戏法啊，这个培养了我们的一位优秀的接班人。